那个是一个垃圾桶吗？哪一个？这个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电视柜。还有这个。每一个都要跑去给人家做一下。怎么收？啊，那大的也是占位置啊。我们那个折叠椅还可以折叠桌，还可以收起来。你在打广告啊？对呀，3990啊，吴兴义卖3990。哎，那个不要这样用。